传给我看看。是。小谷，师傅在这里坐。播的时候要有所准备，让大指垂直一些，然后自然向下。走弦时右指抬伸，真假和弦，发音才会清晰。不能急躁啊！凝神聚气之间，念往层层推出，每波都有断石分金之美。师傅，你亲手教我弹琴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先是要多加练习，琴房里有许多古琴，你挑一把自己喜欢的吧。谢谢师父。时候不早了，早些休息，明日再练吧。